在 Keep 看到初恋两个字，最先想到的人就是裴秀智。由于迷人的存在和才华，秀智一直被称为国民初恋。目前秀智将演艺事业放在首位，凭借才华赢得了很多人的芳心。除了电视节目和电影演出，秀智也从未放弃过她的唱歌天赋。爱的忙内舒华也俘获了粉丝的心，飒爽又萌萌哒的舒华总能让粉丝恋爱。当她在舞台上时，她因自信的存在而受到喜爱。舒华的嗓音凸显了她的才华，再加上她凶狠的眼神，更是让粉丝们心潮澎湃。除了国民小姐姐的称号，阿佑也是不少粉丝心目中的初恋人选。阿佑是 Keep 最鼓舞人心的人物之一，受到许多名人的尊重，也受到全世界粉丝的喜爱。阿佑还因其标志性歌曲和演艺事业而受到喜爱。在努力工作方面，阿佑从不让人失望，因为他每天都在坚持，凭借可爱的外表、才华和真正的人格魅力，粉丝们将他视为初恋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